文雪，嫂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都知道了，还问我？虽然你是我嫂子，可是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姐看。我知道，就算前一段时间我哥跟你离婚，可我始终都站在你这一边。我知道，文雪，是我哥是做的不对。可是他现在已经在改了，前段时间店面装修他一直在那监督，你病了住院他一直精心的照顾你，这些努力难道你都看不见吗？你到底还想要什么呢？你们俩假复婚骗了我们所有的人，到底为什么？是因为你心里也有顾刚是吗？可是我喜欢顾刚你知道的，你一直都知道的呀。文雪，你喜欢谁跟我和你哥现在的结果不能混为一谈。嫂子，如果没有遇到顾刚，我可能都不知道我这辈子还会不会遇到一个我真正喜欢的人。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争？为什么非要跟我争呢？文雪，你能不能听我解释解释啊？你别说了，你说什么我都觉得很恶心。张姨，啊，行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妈想看你了，所以别怪顾刚，是妈想你了才找着他的。你说你这孩子呀，都住院了也不告妈一声，把妈当外人了。妈，我是不想让你操心。你瞧你，你瞧你，都快瘦没了。这不正好减肥了吗？阿姨，其实杨宇的恢复情况挺好的。对呀，妈，大夫说了，等我这伤口长好了，都可以出院了。别担心啊，妈。杨宇得癌症了，
大夫说顶多还有半年的时间。癌症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最近。顾刚天天在家里煲汤，开始还瞒着我呢，后来才跟我们说的。以前杨宇在家里天天发脾气，弄得你顾叔叔心里也烦。可我们知道他得了这个病，心里也不好受。那顾刚最近这一段一直在医院照顾杨宇。嗯，要说顾刚可真是有情有义的好男人，文雪的眼睛看得准呢。阿姨，您这是干什么？阿姨有事要求你。阿姨，什么事您说我都答应你，您先起来。就当你可怜可怜杨宇，可怜可怜你这个阿姨，你和杨宇复婚吧。复婚？对，复婚就是让杨宇觉得他自己也有个家，有老公有孩子，走的时候不至于一个人孤零零的，行吗？我答应你，你先起来。谢谢，谢谢。我能理解，杨宇的妈妈也不容易，就这么一个女儿。但是复婚毕竟是一件大事，你要想清楚啊。而且，文雪那儿怎么交代？爸，咱们现在先别谈论文雪的事儿了，以后我也想办法跟她解释的。眼前的事，是。如果你们同意让杨宇回来，那我明天就把他接回家。顾哥，你说把杨宇接回来，你爸跟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你爸的意思就是想让你考虑的更全面一些。这我知道，谢谢爸，谢谢张宇。那我先到医院去了。别叹气，听顾刚这么一说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是担心呐，可凡眼睁睁的看着他妈妈这样，我怕孩子承受不了啊。就这么出院了？因为医生说你恢复的情况相当好，已经可以出院了。对了，可凡说他想你了，想你回家住几天。回家？回家。回你家？那你女朋友会不会介意啊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没有女朋友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不找一个呀？你怎么还是那么爱操心呢？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顺便告诉你，爸跟张姨也都很想你。想我？张姨，她也想你回家，她说要好好给你做几个菜，让你养身体。问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现在在忙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哎，你别跟个缩头乌龟一样好不好？算怎么回事？喂，喂，看出来了吧？他就是在躲。
我不明白他躲什么呀？躲我呀？我放弃了。哎，我看过一破片子，那男主角说的话，那片子叫什么我忘了。他说什么？不抛弃，不放弃。我觉得你应该有这种精神。刘云那边你不用担心，对吧？从前是你嫂子，现在也是，将来还是你嫂子。哥，你太给力了。来，哥，你一定要把嫂子给我追回来，就算是为了我。我还不信了。昨天我看到张大夫了，他们看见大哥现在这样，都可惊讶了。就是，我都没想到你大哥能恢复到今天这个样子。小慧啊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我一想以前，真是太对不起你了。没事，大嫂。好，快给他拿。来了，来了，哎呀，不放心大哥来看看。我觉得小慧比护士还称职，无论什么情况都坚守岗位。我答应过刘帆会好好照顾大哥，说到做到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别理他。刘帆，你跟杨小慧说什么了？我看杨小慧很得意呀、啊，是不是觉得你大哥离不开他，他就很了不起啊？你说话哑巴烂！我觉得杨小慧没说错，大哥康复需要很长时间，而且他确实离不开小慧。对，杨小慧很重要，不但是你大哥离不开他，你也离不开他，对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明天叫杨小慧到咱们家来干什么？帮我做家务。那大哥谁来照顾？不是还有大嫂吗？这事交给你。明天是周末，家里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，我想让杨小慧给咱们家做个彻底大扫除。9点准时到，迟到了别说我找你二姐的麻烦。不知道老王的康复需要多久啊？这谁知道啊？据说老王这次花了10000多块钱，那这公司也不知道包多少啊。那谁啊？你认识？原来的一个朋友。谁谁谁？他前妻？对呀，好像是刚做完手术，身体特别虚弱。难道这段时间他不是在躲我，而是在照顾他前妻？我就说，你说这古刚真行。我得跟他去，他一个人可以周旋在3个女人之间。哥，你说什么呢？别把话说那么难听好不好？顾刚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，人家是正人君子。他不现在还护着他？行了，我估计肯定是出现什么状况了，我得去问问。哎，回来回来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干嘛？哎呀，哟，你轻着点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冲动。你现在要想全面了，你的一言一行不光关系到你，跟我也有关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行了，就你那点小心思，我自己做事有分寸。走了。你说的啊。会打扰你们吧？别乱想啊，好好在这儿安心养病。回来就好，回来
酒。对啊，来，进来。来。这是可凡小宝贝给你准备的，他上学去了。要不我去可凡那屋睡吧？没事的，别想那么多。你先歇会儿，公司来电话，估计有急事儿，我接个电话。你先忙。来。多吃啊，吃了身体恢复得快。来，哎呀，谢谢张姨。谢什么？都是一家人。是啊，再这么客气下去，就显得见外了。杨姨，生病的人呢，心胸一定要放开，一定要坚信自己能够很快的恢复健康，心态非常重要。你爸说的对。叔叔，张姨，我知道。妈妈，你怎么喊爷爷叫成叔叔了？应该叫爸才对。你看，可凡都有意见了，别那么生分啊，还是叫我爸，我都习惯了。啊，爸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本来就是一家人了。来，吃这个啊。只能麻烦你再擦一遍了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哎呀，吃什么好呢？麻烦你一会儿帮我把这杯子冲一下。我看你还挺有骨气的嘛。你说，你爱着那个男人有什么用啊？他让你来给我家做家务，你就来做家务，一点都不顾及到你的感受。你在哪儿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在医院照顾我大哥，小慧什么时候回医院，我就什么时候回家。我刚才给大嫂打过电话了，她说她在病房里，说你已经回来了。我还没出医院呢，我不放心我大哥。我看你是不想回家吧？还有，晚上我不回去吃饭了。好，你要是不回家吃饭，我就不会让小慧回医院，自己看着办吧。
在我都准备好了，我先回医院了。哎，别呀，你都忙了一天了，你要是不在家吃饭的话，刘帆肯定会怪我的。你可千万别让刘帆为难呐。哎，我去开。回来了，快进来。快洗个澡吧，饭已经做好了，快去快去。小慧，刘帆要洗澡，我得为他搓背，我也要洗个澡，你赶紧收拾一下吧，啊。小慧，帮我把小卧室里浴巾拿过来。干嘛呀你？看你身上臭的，洗个澡。我自己来，你出去吧。你自己来，你别闹了，你听话。哎，你出去吧。刘帆，我想你了，我不放，敢就不放。别闹了，我浴巾给你放这儿了，刘帆。小慧，先走了，大哥那边离开人。哎，我送你吧。小慧，你别走啊！你看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我光忙着给刘帆洗澡了，把你给忽略了，真对不起啊。刘帆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？小慧都忙了一天了，饭给咱们做好了，怎么能让人家说走就走呢？小慧，这是你今天工资50块钱，给拿着，买点东西好好补一补啊。出去。你就让小慧先回去吧，大哥离不开她。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小慧，我有个提议，是这样的，我跟刘帆呢，我们俩准备复婚，可是工作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做饭，要不你有空就到我们家来做饭吧，只做午饭跟晚饭，我一个月给你开600块钱工资，啊不，800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真的走。你到底想干嘛？雪啊，你前段处了个男朋友，什么时候带回来给妈看看呢？还不到时候呢。啥时候是时候啊？是啊，就什么时候是时候啊？那关系确定下来没有啊？那要确定下来就赶紧结婚，这不能一拖再拖呀，这一拖再拖的就拖没了。妈跟你说呀，这女人呢，找男人结婚，那就跟买房子一样，那下手得快得准。妈，你累不累啊？我的事儿以后就甭管了。行行，那快吃吧，要是菜都凉了。小姑店里是不是很忙啊？是啊，很忙啊。那为什么你能回家，我妈妈就不能呢？你妈这是店的老板，所以很忙啊。就回不了家吗？哥，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傻呀？为什么那么喜欢顾刚呢？我是不是特别缺心眼啊？可是我心里头感觉特别震撼，也说不明白，就是觉得顾刚特别好。你那是被感动了？何止是感动啊！哎，那顾刚对你这样，你不生气？生气，特别生气。可是我一点都发不起脾气来，反而觉得他越来越难得。哥，虽然杨宇生病了，可我还是特别羡慕他。我觉得他特别幸福。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什么叫有道理啊？我说的是女人的内心感受。其实一个男人追求一个女人，除了鲜花啊、钻戒啊，最重要的是给他一个胸怀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够理解我嫂子做的一些决定。
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你做的那些，就是为了要把他给追回来，不是真正的爱他。你说你现在是喜欢你嫂子，还是讨厌她？我也说不清楚。复婚的具体事情，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办个仪式。哎，对，刘凡，你应该想一下咱俩结婚时间，还有订哪个酒店，每桌酒席的价位是多少，你都该想一下。对了，最重要的是我要订婚纱。你什么表情啊？你得表态。复婚可以啊，我同意复婚。可是现在太仓促了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现在复婚就是和自己赌气。刘帆，你想拖延时间对不对？你想等王可的病好了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幻想了，我这就给我妈打电话去。哎，楚青，楚青，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嘛？复婚是大事，对不对？咱们要好好计划计划，从长计议，考虑周全了，你说呢？行，那咱们今天晚上再考虑一夜。明天中午我会去我妈家吃饭，明天中午我会把所有的事儿都给定下来，行吗？行。真巧，你也买东西啊？嗯，这么巧啊！啊，你也来买菜？对呀。这也够稀奇的，以前你可是不怎么买菜的。人是会变的嘛。再说我妈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，你也不在了，这家里活我能多干就多干点。你妈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就老念叨着。啊，对了，最近我研究了一道汤，特别好，滋阴养颜的，到时候包好给你送过来。啊，不不不，都挺忙的，就别麻烦了。也不麻烦，不麻烦，我就知道你忙，也没时间照顾自己。没事，到时候我包好给你送过来。你别多想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关心你。随你吧。哎，你一次不要买这么多东西，你也吃不了，放冰箱里不新鲜，到时候也这样。你忙，回头我买好了给你送过去吧。啊，好吧。那我走啊。嗯。当厨师啊？哎，嘚儿了个嘚儿，嘚儿了个嘚儿，爸爸要当厨子了，把你养得胖胖的。是，哪根筋不对劲儿？什么叫哪根筋儿不对啊？我告诉你，明儿我就给您煲一道好喝的汤。什么？你煲汤？哎呦天哪！我要喝你煲的汤啊，那得到猴年马月了。爸爸，奶奶用的是酱鸡法。酱鸡还酱肘子呢，谁教你的？那叫鸡酱法。你肯定你妈教你的。来，怎么？有件事儿，我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告诉我，我到底还能活多长时间？你
别胡思乱想了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只要好好休息，按时吃药，没事的。对了，我也有件事想跟你说，这事儿我已经考虑很久了。什么事儿？我要跟你复婚。哎，你不用急着现在回答我，乖乖把药吃了，赶紧睡。林雪，围巾拿到了。你从家里边搬出来，一个人过还习惯吗？挺好的。我听我哥说，你那个房子是顾刚帮你买的。文雪，你别误会，是顾刚的一个朋友，他要出国，房子准备卖掉，我看价格合适，就买下来的。顾刚前妻的事儿，你知道了吧？我早就知道了。也是，你肯定会知道的。你说杨宇是不是很幸福？所以，我认定的男人是好男人，我就会等下去。我会等到所有的事情都过去，不管顾刚怎样对我，我都会等。哪怕到最后，我什么都等不到，但我还是会坚持。杨小慧，站住！这是我专程送过来的，看看吧。什么？你不会连结婚请帖都不知道吧？这是我跟刘帆的结婚请帖。刘帆，找我啊。杰哥，我问你，王可的病现在怎么样了？哎，医生说是没问题了，反正已经上学了嘛。那我姐呢？她搬出来了。她搬出去，不会对王可的病有影响吧？应该还好吧。杰哥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行行，你别管了，别管，我来吧。啊。谢谢啊！哎，大哥，不哭。嗯，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楚清给你的，刘帆这两天来过没有？小慧，二姐，这是什么？姐，你听我说。我听你说什么？不要。大哥，大哥，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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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？你还解释什么？我承认前段时间是我不好，可是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为了王可的病，你和姐夫假复婚，可是这事情不知道怎么被楚清知道了。他拿这事情威胁我，说要是我不和他复婚，他就把这事情告诉王可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就是来和小慧解释的，
歉啊，姐不该冲动打你。没关系。小慧，小慧，我不复婚了。姐夫告诉我，王可的病好了，这段时间委屈你了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会难受的。要不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我会好受一些。妈，你看有点肥，要不然再多做几身吧。呀，改一改就行了。这颜色还是挺漂亮的。我说啊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，不就复婚吗？爸，你怎么了？楚青，你跟刘凡复婚还要大办宴席吗？当然了。喂，楚青，你方便说话吗？哎呀，我正忙着呢，跟我爸妈谈论办宴席的事儿。我是不会和你复婚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不会和你复婚，也不会受到你威胁。哎，刘凡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就这个意思。楚青，你听好了，我不会和你复婚的。就这样挂了。你，楚青，你干嘛去啊？有事。他这着急忙慌的，是不是又出事了？他哪天不出事？随他去吧。刘凡，你疯了！疯！你有病！我交给你，混蛋！妈的，刘凡，我告诉你，有事出事！告诉你妈，你们这些老师，他养小三儿，你们好宣传一下吧！放开我！哎，快来看看呀，你们学校刘老师他养小三儿啊！都过来看。现在闹已经没有用了。刘凡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王可的病已经好了，我姐已经从他们家搬出来了。所以你露出你小人的真面目了，对吗？楚青，谁小人你自己心里清楚啊。我还有两笔账没和你算呢，一是你找人侮辱小慧，还有一次是你找人打小慧，我都记着呢。刘凡，你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在学校撒野，小心我收拾你。你威胁谁呀你？我告诉你，刘凡，如果你敢跟杨小慧结婚的话，咱们走着瞧，谁怕谁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还真会和杨小慧结婚，这辈子我真定她了。上次那个男人他真的不是我丈夫，我已经跟您说过了，我什么亲人也没有，所以我想知道我的病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以便以后出了什么问题我心里好有个准备。那个人真不是你丈夫？真的不是。所以我想知道我病情的真实情况。癌细胞已经扩散了，我还能活多久？我该怎么办？进来吗？
怎么了？病了？有点发烧。那怎么不去医院呢？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就是发烧而已，吃点药就行了。哎，对了，上次给你煲了汤还行吧？嗯，谢谢。还没吃饭呢吧？不想吃了。那哪行啊，人是铁饭是钢嘛，尤其病了更应该吃。我给你做呢，你在这坐着啊。小心点吗？没事没事，你赶紧吃点吧，啊，小心别烫了啊！吹一下，吹一下再吃。其实我今儿过来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前一阵子我出事儿嘛，你从店里拿了10万块钱。最近我跟我一哥们合伙做了点事情，挣了点，完了再把家里的存款取出来，凑了个10万。看我干嘛？这钱是你的呀。我最近不用钱。谁说的？小雪她告诉我了，说最近店里资金紧张。再说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嘛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走了。啊，对了，小可那儿你不用担心，他现在慢慢的也明白了咱们之间的情况。反正你要没事多回来看看呗，啊。嗯，我走了。哎，你没钱，你别介意，你赶紧把它吃了，啊，我走了。觉得有些话可能电话里说比较好吧。牵手的时候多么不容易，在哭的时候紧紧的相依，千山万水寻找说过不离不弃，额头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是我们一生的约定。唱不出那段默契，那段甜蜜一样的旋律，我想那落幕烟火，黑夜绽放孤独的美丽，我只有抱着回忆走过四季，相遇无声无息，拥抱着空气，我想你。牵手的时候多么不容易，在哭的时候紧紧的相依，千山万水寻找爱情，你说过不离不弃，岁月的痕迹是我们一生的约定。唱不出那段默契，那段甜蜜一样的旋律，我想那落幕烟火，黑夜绽放孤独的美丽，我只有抱着
深呼吸，拥抱着空气，我只有。